是湖南最贵的一座桥，也是世界最牛吊桥，既没有桥墩，也没有支架，悬空架在355米的高空。大桥四周云雾缭绕，群山环抱，被老外称为空中奇迹。它就是位于湖南湘西的矮寨大桥，耗资15亿修建而成。远远望去，大桥横卧在德夯大峡谷之上，全长1414米，桥面至谷底的垂直高度有355米，已经建成就连续创下4个世界第一。大桥设计为双层通道，车在上层走，人在下层游，驾车仅需60秒就可飞跨万丈峡谷。当大峡谷云雾缭绕时，游客还可在桥上体验一回腾云驾雾的感觉。然而宝剑锋从磨砺出，这座惊艳世界的桥梁背后却充满艰辛。4年时间里，建设者们凭借吃苦耐劳的精神与不服输的血性，勇敢地挑战天险，终于在悬崖峭壁之间创造了这座逆天奇迹。可以说，它之所以独一无二，不仅仅因为它凌驾云端，还在于它处处体现着中国精神、中国力量。能在峡谷间建起这样逆天的大桥，怕是只有中国能做到了。